Thank you.
是谁？终于见到您了，我是女武神瓦尔基里，奉女神的命令前来引领神之执行者前往圣庭。恐怕现在魔族已经知晓你的存在了，情况变得更加紧急了。事不宜迟，请先跟随我前往圣庭，女神将为你解答所有的疑惑。女神殿下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执行者大人带来了。终于又见面了，执行者。我是创造这个世界的女神艾尔斯，请告诉我你的名字。真是不错的名字，但以我现在的神力，恐怕无法支撑到向您解释清楚这一切，所以接下来我将恢复您的记忆与部分力量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很好，那么现在请您闭上双眼。执行者的现身，魔族已经知晓，想必堪塔斯的爪牙不会放过你。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抵御魔族的，请跟随我前往祭坛，我将引导您召唤出强大的伙伴。不知又会沉睡多久。瓦尔基里身为从神，肩负守护圣庭与神域的重担，无法在每一次危难之时都出现。其他从神都在为了维系世界的运坎塔斯的爪牙似乎在密谋什么，圣庭无法窥探，所以需要您亲自去探查。无论如何，请务必阻止黑暗的蔓延。我即将沉睡，圣庭就交给执行者大人了。随着您力量的复苏，圣庭也将为您开放更多权限，届时请回到圣庭。请放心，从神们会协助您的。时机到了，我们自然会相见。现在应该回去了。哇，没想到你竟然是执行者，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刚才看到的一切。那可是圣庭啊，这哼，队长大人藏得真深啊。那些傲慢的贵族们，哼，我可不认为他们会相信你说的这些。
可以委托他帮我们带话，有贵族在就不会被刁难了，我们可以节省很多。卢尔森贵族吗？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总之，还是去试试看吧。去去去，哪来的小子，别影响本大爷野餐的兴致，识相点赶紧滚。卢尔森大陆，呵呵呵，可笑，你一个小屁孩懂什么，还在这干嘛，都给我轰出去。遵命。打算接下来怎么办？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启程吧。你们没事吧？在学院附近遇袭，看来这次事件不简单呢。禁地那边也是，似乎还残留着强大的魔素。最近到底是怎么了？总觉得刚才这个人的魔法印记好熟悉。你知道袭击你的是什么人吗？是这样，我需要跟院长汇报一下情况。在此之前，我先护送你们安全回到学校吧。没事。
保护学弟学妹是我该做的。对了，你就是莉莉丝。是，学姐，你知道我？嗯，三年级里，你算比较优秀的，但刚才的治疗你没有跟上，你自己也清楚，对吧？是，我知道。不要因为自满而懈怠，魔法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努力的人。我明白了，谢谢学姐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出发吧。请随意挑选。欢迎光临，请随意挑选。